今天是8月27号，我们一会儿就上山了，去山里搭窝棚，准备9月1日开始打松子了，也就到我们秋收的时候了，又来钱了。忙活了一大早上，车里的东西都已经装完了。我们这个窝棚呢就在这个山根底下搭窝棚，这样离山还比较近，而且河水呢就在那边，还比较方便一些。从早晨到现在都已经要下午了，忙活一小天，时间过得多快。完了，最主要是有点要下雨了，还差好多好多东西，厨房没搭，棚子里的铺啊都没搭，锅碗瓢盆、酱油米醋啥都没有呢。下午我们到县城去买这些用的东西。咱们下期视频见了，喜欢的给小雪点个关注，点个红心。喜欢我们大山里生活的，在山上一个月没有水没有电是怎么生活的，给留个关注啊。